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飘落铁板。这款铁板有五个颜色：蓝金色、蓝银色、银色斑马线夜光条、赤金色斑马线夜光条、粉银色斑马线夜光条。有35克、45克、60克、80克、100克。这款铁板采用对称性设计，重心居中。有非常好的飘落状态，特别是针对喜欢吃街口的鱼类，有非常好的猎奇效果。像北方的刀鱼，效果非常明显。